夫人现在还是证人身份吗？谁是觉得委屈吗？谁是觉得国家机器？是不是觉得国家机器来的吗？小草哦，哎呀，哎，大羊，大羔羊，大羔羊，你看来了，那你赶紧给狗五折，你看见了？大羊，大羔羊，我跟你说话都没有。抱歉，抱歉，哦，抱歉，哦 ，OK。车子要动了，车子要动了。OK。驾驶是黄珊珊吗？驾驶是黄珊珊嘞，驾驶好像是黄珊珊嘞，黄珊珊啊，对啊，好像是吧，驾驶好像黄珊珊嘞，对吧，对吧？大家不要管他，阿杰没有被关。哎，哥，拍摄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来。夫人现在还是证人身份吗？谁是觉得委屈吗？谁是觉得国家机器？来，是不是觉得国家机器来的吗？小草哦，哎呀，哎，大羔羊，大羔羊，我怕大羔羊，你看看来了，那你赶紧给狗五折，你看见了？你怕大羔羊？我一说话都没有。收押柯文哲。各位朋友，各位现场的朋友，那各位道路局的记者，
我们今天抱着很沉重的心情，我们来到这边，我们要来见证柯文哲的普法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曾经我们是道路地代表十一万的这个地主，曾经呢，他台北市的道路地，他只要求我们限制我们只能用15%来竞标给台北市政府，但是呢，他却可以开放给财团到840%，他用高价卖容积卖给财团，但是呢，他要求我们就是只能用竞标15%，而且是15%以下，非常的这个不合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说柯文哲我们今天来见证他的这个普法啊这个就是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好，希望他不要再这个欺骗小草了。好，那希望说他能够像周楚除伤害一样，坦白从宽，把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跟财团的这个事情，有1亿多的这个疏通的费用，借的到底是不是他拿走了？他要这个坦白的这个交代。然后呢，他曾经说过说，这个财团。政治人物的不能不要陪财团拿刀叉吃人肉啊！我们今天就用这句话还给他，希望柯文哲不要再拿刀叉吃人肉了，不要陪财团拿刀叉吃人肉。来，我喊一下这个柯文哲，大家喊，不要拿财团，不要陪财团拿刀叉吃人肉。柯文哲，不要再拿刀叉吃人肉。好，这边第二个，柯文哲，不要再搞笑了。柯文哲，卖个口罩啊！道路用地的15%，然后他给财团多少%？840%，欺压道路用地的地主，高价卖容积，吃人够够啊！好，那这个县长不晓得有没有什么这个想知道的？那我们有这个详细的这个有没有发一下这个我们的诉求，我们的心声，那个发一下。限制我们只能用15%来竞标给台北市政府，但是呢，他却可以开放给财团到840%，他用高价卖容积卖给财团，但是呢，他要求我们就是只能用竞标15%，而且是15%以下，非常的这个不合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说柯文哲我们今天来见证他的这个普法啊这个就是人在做。天在看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好，希望他不要再这个欺骗小草了。好，那希望说他能够像周楚除伤害一样，坦白从宽，把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跟财团的这个事情，有1亿多的这个疏通的费用，借的到底是不是他拿走了？他要这个坦白的这个交代。然后呢，他曾经说过说，这个财团。政治人物的不能不要陪财团拿刀叉吃人肉啊！我们今天就用这句话还给他，希望柯文哲不要再拿刀叉吃人肉了，不要陪财团拿刀叉吃人肉。来，我喊一下这个柯文哲，大家喊，不要拿财团，不要陪财团拿刀叉吃人肉。柯文哲，不要再拿刀叉吃人肉。好，这边第二个，柯文哲，不要再搞笑了。柯文哲，卖个口罩啊！道路用地的15%，然后他给财团多少%？840%。欺压道路用地的地主，高价卖容积，吃人够够啊！
决定风雨可以啊，刀子，不要再拿刀叉吃人肉。柯文哲，卖个口罩啊！柯文哲，卖个口罩啊！道路用地者15%，然后他给台湾多少%？840%。